你一定就是素爱妈妈，请问对无？妈，我做廖乾坤啦，我是美华因斗阵的，阿妈是丹青的未来爸爸。请问名叫美华？这我哪会知啦？我就是丹青的妈妈，丹青的妈妈，那是宋美华啦。这下，敢是我请过日出体呀？你要爱我侪，做你讲，卖去接近亚姐，还阁有阮丈人爸，拢给你啦！你这话跟我出去，我这话看到你跟我纠缠了嘞，你走！你一定爱给，你还有，你话不由天，我自己也找不见江吉才要我，你一定爱给才要我。不是讲小花香尔。那就洗红袍的。你已经跟他说我没这么娇贵，对我妹这么紧张啦。谁人跟我同样啊，没在参详。用心啦，别因为这几分钟就害你的小公主脚废掉不容易啊。我知道你现在情绪失控制的是因为你想要问我是怎么我叫你跟你的计划走到我。你很清楚的啊，叫你现在所谓的罗安姐的安慰要动摇你想要报仇的动机。你对罗家小公主的关心已经超过正常的表现。我在创啥？我自己真清楚，我是阿里官。